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教体育的雷老师。昨天我们大号不是发了个视频吗？本来想测测用几块钢板能撑住王子的体重，真没想到一块就能撑住了。后来我们就临时起意，想要试试能不能踢开这块钢板。没想到王子试了几下，还真踢开了。但这个视频发出来之后呢，评论区坐不住了，有人说是假的，有说切过的，还有说剪辑过的。所以咱们今天就一刀不剪，看王子到底是怎么踢开的。来，咱试一下，来，横踢。哎，你这也不行啊。你能踢开他呀？嗯。你想要什么奖励？我想要汉堡包。吃汉堡就能踢开他？啊。来，你踢开他，我请你吃汉堡。嗯。试一下。嗯。感觉够呛。准备啊！你得真用劲啊！嗯、准备啊！哎，没用劲儿。你现在到这儿就收了，得踢过去，行、嗯、吗？来啊！来啊！走。没用劲儿，没用劲儿，你现在相当于就这么踢的，你这个得力量得进去，比如说人踢这沙袋的时候，你现在是，你得，哇，真的好大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吗？行吗？可以，可以啊，来试一下。咱们吃汉堡，踢，爸，行。